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023年告别纸派对的现场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丁丁，我是蹭饭仔小屁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告别纸变派对。我们告别纸变就是要我成为金变男人。我今天准备了大概50几张的红卡，以及这个满满的卡包，我全部买完。联系各位，我们今天就是一波先纸再金。等一下我们就来抽卡，但是抽卡的过程，有人观众特别说，今天丁丁你可以不要抽吗？我觉得你抽会中不了。那你觉得你欧吗？难道是要我吗？可是要让曾经的神之手来抽。我觉得还是让神之手吧，这个我神之手比较好吗？担不起，这我担不起。真的哈，好。那我们有请今天的二号丁丁女丁丁来了，女丁丁，各位掌声鼓励，女丁丁，有请我们的女来宾丁丁， yeah！ 掌声欢迎。嗨，大家，好久不见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来宾就是嘎林，他曾经在我的直播上合出的第一支金变，那个年代的金变好像不超过10支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来，这一包全部开满，多很多礼包，我们先抽啊。我刚好像有听到你说累积一年。哦，对，我累积了一年的量，这个量不简单，很多啊。开始开始，你随便你随便玩怎么都可以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对。问题了，你可以乱点，顺序点都行。我现在其实很紧张，我一直在看这个礼包会不会有红啊。礼包全部开完，我怎么连红都没有的话，赶快多收一点，多收一点。做事啦，工程师。上班了，上班了。哇，上班了。金刚狼也被你拿到了，太棒了，稀有红卡。对，我们要骂一下，骂一下。哎，工程师，我觉得要紫色啊，红色看久了会腻啊。敢不敢给紫？敢不敢给紫啊？欸、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嘉玲可以加上老师，当然可以啊，请师获得。嘉玲老师，对，嘉玲老师，他的 YouTube 频道就叫嘉玲老师啊，对吧？我记得之前你的频道被令狐冲改名叫嘉玲老师。对，我就从那时候用到现在，用到现在，蛮好用的，蛮好用的，好，记忆点很深。真的，那盒卡是我存了一年份的精华，真的是一年的量。我压力好大，一年。不用担心，在我手上。你压力不用大，我压力比较大。你再怎么大压力都没有我大。我看一下，转啊，转起来。突然想要上班了吗？想要跳起来了。跳起来。转过头了。应该是最后一包了吧？但这一招不错。没事，转起来可以。那这个礼包我们就把它放掉。来，接下来我们酝酿一下情绪啊。现在这些东西我要把它一个一个解锁。哇，丁丁非常有自制力。他就是要锁起来，怕他自己就喝掉，自己忍不住就会喝掉，所以要上锁。观众会逼我喝，我把它锁起来，因为看不到。没有，看不到了。你自己也想喝的，你自己也想喝的，但是你自己按会变空气啊，还是给嘉玲来啊？嘉玲，你觉得18次你可以成功几次？喊个数字。5次。哇！18，5可以。相信你，相信我觉得可以，18，5。22张红卡合成，哇，太屌了！哇，我好紧张啊！22，因为不是自己的账号就，我很紧张。聊天室帮我刷一波金色、紫色刷起来，我现在很紧张。先红色就好了。我没看过有22张红卡的。有这个宝马灯，闪电。这个要看有没有红闪电哦。对啊，红闪电才有。啊，他一定觉得我开不够快啊。哦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这个页面死去，好，没有，已经在后面，没有，不，这太可怕了。你要开始想你金变感言了。前面这个是祭品，前面这个是祭品。哇，这个太夸张了。游戏橘子，你会不会太扯？哇，2000多个人在看，你这样子对我，没关系，再一次，你还有，再一次。哇，我操，哇，这个运气，小屁你主持一下。蓝蓝路，哇哈，这个惊吓！我们丁丁先去擦一下眼泪，还有一次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对，这一次如果失败，还有一次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有这个有吗？有啦！我要拿出我正义的法锤。我刚还以为这是木鱼哎、欸。没有，正义的法锤。你公平正义，超木鱼。你以为他玩游戏玩到出家？快点哦！拿出来了，红色的。哎、欸，不要自动登录，不要登录，太多太刺激了。自动登录我们，那個、我心臟受不了，对，我们集体暴毙这样。这样子吗？哎，对，可以这样，可以。然后按合成，
合成。哦，这是闪电，然后天使刷紫色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刷 ，OK， 第一盒，这第一发而已，第一发而已，你有十八发的。18发男人，你有18发的，18发吗？这没有，这有闪电，一定要哦，一定要闪电才有。两人是刚刚嘉玲是说18次中5，所以对中5，还有机会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对，哎，这个好像有机会吗？哇，这新的哦，这是新啊，没有啊，他都骗人，先装很快，然后2-0，可以的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我不担心啊，不用担心，平常心啊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你相信我。要保底的19-20，要保底的，好，拿保底，应该有吧？拿保底，你也是赚啊！保底跟我重复的，我就直接有机会给你。OK， 也是，哎，有了，这个有了吧？好，保底有了，保底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保底了，有保底了，有了，有保底。我晕的发抖，哎，哦，有了，开了，哦，有，有，月之势力安，有，有，有，重复，月之势力。哇，这一次啊，没关系，这个也收，这要收，这也可以收，这有卡池啊，这个有卡池，这要收。OK， 我靠边，不错，我你这次的保底拿到一个他想要的，对，已经拿到了。那接下来就是，哎，来了，哇，好，那个他这次不适合待在这里耶。啊，今天丁丁的实况，丁丁就先离开了哈。对对，因为没办法，我们现场有一些怪东西，有脏东西，我们先将那个脏东西丁丁给移除了。哇，你看他警卫弓、警卫矛一对呢，对都有了。哎、欸，你有警卫弓吗？哦，那卡池开爆哎、欸，卡池开爆，卡池开爆，应该是没法合成。嗯，他基本上这些都是重复的，所以说收下来就可以。对吧？这两个没有，然后抽到第一次拿到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卡池，就是抽到这个你会增强什么？我来看一下。哦，通常如果有加一折就已经不错了。你加到三折，很多就是啊，我好不容易合到质变的结果零啊，会有零哦，会有零的，会有零的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只我也没有，然后他又没有增强，那哎、欸、又合到没，哎哎、欸欸，对啊，接下来来看一下攻的部分，哎、欸，攻、哦、开很好嘞，先不要收，紫色都留着，最后对对对，紫对这个要留着，这个要留着好，然后红色的再来收一收，红色的基本上他全部都有了。好，继续合。Hello， 要来吧，要来了吧，来了，最后一发，梁氏有了吗？有跑马灯，又是四红一紫啊！真的就是一个。哇，而且跑马灯有新的紫变哎、欸。好了，梁天是一波紫色刷起来，但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我想要的是重复的啦，重复是比较好的。如果没有重复的话，就是旧卡。我想要旧卡，旧卡还是比较多。大概有，大概只剩下10张，我想要而已。二分之一的机会，将近二分之一。来，加油！加油，各位聊天室刷起来，紫色一波六，一波七，刷起来，重新抽取，开门，来，等一下，直接开卡。好，来，有没有机会？吉轮啊！很好啊，超棒的卡池！这卡池很棒，绝顶升天，减免之后多射三发三重石，赞！阿林今天真的是身负重任呢。Go！梁氏各位集气，帮忙集气一波六一波七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转，今天的最后一转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 ！Go！Go 来了。哦，这里面有新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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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